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唐代的李通玄。说这个李通玄是王族出身，也就是皇宫贵族啦，天赋秉异，学无常师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学无常师，意思是说他有很多很多的老师，很快就把老师的这个家当都学会了啊。那这种是聪明的人，所以学无常师。那有的人呢是学无常师，是因为学不掉，什么都白捡白捡白捡啊，所以永远就在找老师。这个是两种学无常师。动经如是二典，就是儒学跟佛典这两方面，他都能够这个完全的纳受。入林泉，远离尘世之嚣。虽然他是王族哦，王公贵族，可是他的心啊，他的志向比较喜欢安静，就比较喜欢宁静的修持。虽然他很聪明，道理都懂，但是他不喜欢世间很浮华的那种生活模式。这一定是所谓素世善根呐、啊，要不然我们一般人呢、啊，荣华富贵很容易让自己迷失心性，然后在里面呢，习以为常，所有的享受都会比别人高一阶啊，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会来得比较精致而良好，这是福报使然。福报使然也没有说什么绝对的对跟错啦，但是会不会沉溺在里面，那就看哦，这个心性可不可以从这个由奢而入俭，然后能够安于这个状态突破出来，它就有不一样。在开元七年，也就是唐代的时候，隐于太原府寿阳方山之土龛，就是说他开元的时候，他到开元七年的时候，他到太原府寿阳方山，就是这、就是一个山里面的土龛，就是一个土啊，一个土挖的一个山洞。那这个山洞当然里面有放他自己要修学的佛像等等，然后在里面参就新译的华严经。那个时候华严经刚翻译进来，所以很多大德都对于佛境界啊，佛境界非常的仰慕敬仰，好好去学习。那过去的人真的要研经典的时候，这经典取之不易呢，不是像我们现在打个电话，哎，你哪个出版社啊？你有华严吗？啊，你是40华严、60华严、80华严，或一片那个光碟片就可以把华严经都 download 啊列下来，甚至免费的都有。以前不是呢，以前是手抄本呢。那后来有科没有错啦，有一些大藏经啊，它里面都慢慢的古大德一个字一个字翻译之后，科出来之后，你真正要去得到这个经啊，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大家那种求法殷切的心啊，在困难中取得的东西都比较珍贵。然后呢，他在研读新译的华严经，居山中数载，好几年都住在这个山里面，看你带掉带不掉。然后我们就讲修行人闭关，看你闭得了还闭不了。你有几礼拜你就东晃晃西晃晃，没电话拿来看看，电视打来开看一看，搞不好不用七天，你给他一天叫你卖公电话，叫你吃最简单的东西，然后叫你不要看电视什么，你可能都受不了，不要见到人，就只有一个人，可能很快就得忧郁症了，是。所以呢，他住在山中好几年，每天吃什么？吃枣科薄叶饼。枣啊，因为山中有那种枣子啊，枣子能止饥啊，那薄叶饼就是做的很简单的，是材料跟面粉和一和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吃。世称早博大师，好几年就这样过，真是钻研在佛法里面，为法忘躯啊！没有去想到，哎，我今嘛，我下午来喝个
什么奶茶或咖啡啊，或是甚至于、哦、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享受，没有的。他真的钻研在这个里面呢，只是一心想到这个佛法的奥妙啊，浩瀚如海啊，然后想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这样子。他真的就是这样好好的钻研，自己好好的修持。开元十八年三月于堪市作画，所以到开元十八年的时候他96岁。96岁，你看这么老的年龄啊，他还是在山中，他还是能够在这个土龛里面自己好好钻研这个经典，不会害怕也不会孤单，而一心一意要了解所有的真实道理。所以享年96岁，到宋朝的时候，宋徽宗赐号显教妙严长者，他有做好多好多的这个经典的著述。那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些居士之所以能够成就，有其异于常人之处？是不是他的精进，他世间荣华富贵视之如粪土，钻研赤诚，想要去打破生命里那个迷津呢，就是要去了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那我想要知道，我想要懂得，就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，有这样的意愿，你就进得去，不会在世间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上面翻滚，能够舍得下。那这种呢，如果再来的话，如果再来，那根气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累生累劫曾经深入经藏，如此如此一般，一定有所体会啊。基本上解上面是完成了。如果你再来的话，可能就是行的咯。解配合行。像傅大士，我们前面介绍傅大士，他是不是解之后开始就有行了？那李通玄的话，他就在这个地方呢，好好真的把自己放到这个藏经里面，经藏里面，三藏十二部里面。这为什么会成功？在座的居士大德们，其实每个人的佛性都有的啦，你用什么样的法门是相应自己啦，可是你真正愿意下去修吗？真正能把你的体性改变吗？真的智慧发展吗？真的是要一番功夫吗？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真的没有这样子去用功，你真的会有那个收获吗？啊，无拄好，哭一个总要开悟，干么这个代志？啊，无咱逐工弄变变破去，你可能咱头壳嘛破去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想，为什么他会懂得比我多？为什么他会有体悟？为什么会怎么样？没有什么诀窍，抓住你自己心的清净，而不是在所谓世俗的那种琐琐碎碎的那种事情上面那斤斤计较，芝麻蒜事的事情冲突太多了。可是很多人就在芝麻蒜事里面引发了无限无限的遐想。固然我们修行是点点滴滴大小的事都是要做的，但是每个人重点是什么？像李通玄的话，他没有芝麻蒜事了啦。生命的过程到你成就之前，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好好深入经藏。他那些芝麻蒜事都放掉了。但我们还没有发心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当然先过八道，十过佛祖，八道过一条，佛祖才有啊。没办法，因缘，但是有些时候是如何去抉择。那这个地方讲居士，这样对居士很了解哦。
啊，接下来我们讲那个没的看不见的东西。我们在讲说佛在讲经的时候，他就在讲十法界，当然有诸佛了。有的经典还这个佛跟那个佛遥遥相对，哎，两尊佛都现前呢，彼此灌顶哎，彼此光芒照耀啊，彼此灌顶，然后再灌菩萨顶，《楞严经》就有这样啊。那这个佛讲法的时候，他都要讲十法界，他有天呢、啊，他有天，这个是在讲我们凡夫的欲界的。我们有天啊，还有这个所谓龙啊，要差人，这个是天跟人里面，当然都包括神啊。那还有呢，地狱的众生，鬼啊，畜生啊，还有众生啊，就是地狱的众生。刚刚有讲到菩萨、摩诃萨或声闻缘觉啊，这些啊，就是种性的不同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佛典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刚见见有这些人的存在，我们看得到的诶都一样是人，可是为什么有的称为菩萨，有的是声闻，有的是缘觉，那是在讲他法身上面，他精神层次的内涵，跟他的深度，跟他的广度，跟他智慧的饱和度，因为他智慧的饱和度深度广度不同，所以三乘有分菩萨、缘觉跟声闻。他并不是一定在讲我们这个长的样子，不是这样讲的。那在讲人的时候一样呢，人我们有凡夫的，凡夫的众生，也有发心的凡夫菩萨。这里面要讲到天龙八部，天龙要差人非人等，这是概略性的说，有无量大众都这样恭敬在佛的身边，绕佛三匝，绕佛七匝，尊敬礼拜，要来听佛讲说佛法，摄受自己的身口意，到了心到了人到了，所有一切集中管理，集中管理真实的来听法，而不是听不听干嘛不听真的是听闻佛法要相应，那真的相应的时候很专注，很专注，要忘了肚子饿，忘了热，忘了冷。那我们现在了解说天龙八部，天最主要讲迷界五趣或六趣里面最高级比较殊胜的有情众生，那这些众生他们居住的世界，居住的地方我们叫天。那如果讲他这个天，这个人，这个众生就叫天人，也就是相较于我们通俗里面的神这样的意思，他是以精神的一种存在为存在。那因为他是迷界中，但是他身体所报得的是比较轻比较细致的。天人一样，他有他身上的这个高度，他有他长相，他也会穿着天人的衣裳，他也有食物，也有欲望，不一样的界别有不一样的欲望满足法。那这个上面呢，我们好像是没有看过天，可是在电视上或是有一些人有比较敏感的体质，或是说比较特殊的这个禀赋的人，还可以去看到所谓提供背啊，或是看到什么神下凡来，有的人说什么庙啊，然后什么几月几号啊，什么就有神啊，对不对？所谓的天讲的就是比较高超，它是善念的，他的果报身体比较轻盈，然后身体比较大，所有的报的东西都比较好，住的地方比较高，这样叫天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行。那如果鬼的话呢，就是他有善也有恶，
他有善报有恶报，那他一样是有他的身色身，但是他色身结构是比较粗糙，住的地方是比较范围狭小的，没有那么庄严，然后是属于比较区域性的，这个叫鬼。是天跟鬼都一样，是属于鬼类，只是一个福报跟一个福报大、福报轻、福报好，那一个比较浊、比较下，这样的意思。那么人就是在里面转换的时候有基础的这个色质身，天人有他的寿命，鬼也有他的，鬼去众生也有他的寿命，但是苦报比较多，因为鬼有恶鬼啊，什么鬼啊？那人呢，在这中间是要好好修的。如果你只想要得人天报，那修十善就可以了。但是十善要真实好好的修，那终究你可以享尽享受一些比较好的待遇来生，但是还是在六道中。那这个地方讲的天，这样大家知道，原来在听经闻法有没有天？有天人在，是有天人在的。我们眼睛看得到看不到？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们凡夫啊，有执爱，只要有物质，一张纸遮着，随便这样一遮，你就看不到了。我们凡夫的肉眼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天界的众生，他这个物质障碍不了他，所以他可以穿透这个物质界，还可以看得到。但是上界的人看得到下界，下界的人看不到上界，所以天人可以看到人，人看不到天人。那佛呢，是完成者，所以所有的都在佛的面前都可以现出来。所以佛在看十法界，我们在看，这怎么只有一界或两界？一界叫我们自己，另外一界叫畜生，因为它一样是有一个组织结构。那世上有没有这些？是真的有，是真的有。根据很多佛典，很多佛典，然后根据很多有一些比较特殊经验的人，他们真的是可以有经验的。那这个地方来讲，天龙八部的第二个龙，龙是住于水中的蛇形鬼类，具有呼云唤雨的神力。那也有善心的龙跟恶心的龙。夜叉是住在地上或是在空中，以威势恼害人或者是守护正法的鬼类。所以夜叉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。人家常骂你这个母夜叉，你是讲到说你这是个女生，然后你很坏，你在会害人，这样叫母夜叉。那事实上在夜叉里面哦，如果好的，比如药师经里面有十二药叉，十二药叉神将，那个也是叫夜叉，它就是好的，护持正法的。护持正法其实他的心也都是菩萨心。可是他现那个夜那个药叉相来护持所有受持修行人，受持药师法门跟修行的人，不一定是药师法门啦，只要修行人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啊，夜叉原来有这样。那再来了解阿修罗，阿修罗就是脾气很不好，一天到晚就喜欢跟人家斗，喜欢跟人家争。在阿修罗呢，男的长得很丑，女的美若天仙，女的就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但是呢，这个阿修罗跟第四天跟提公贝啊，四提欢音啊，常常很爱吵架。就在那边斗，因为阿修罗呢，他有美女而没有美食，因为阿修罗他的伴侣女的阿修罗就很漂亮，是他的福报呢是有美女在身边，但是没有美食。但是这个四提桓音呢，就是提公贝啊，第四天呢，他有美食而无美女，所以彼此嫉妒，我嫉妒他的美食，他的优渥的条件，那我嫉妒他身边有美女相伴，所以两个常常会互相嫉妒，然后再抢夺，一天到晚吵架。那我们再讲人间的阿修罗，因为这人在当人，可是脾气好坏好坏，对不对？那真正每个人个性里面这个脾气
其实说别人 修理你，倒不如说你要愿意修理你自己才来得快。别人修理你的话，啊，没来没去，赢个输赢，自己心中不一定能平静。但是真的要修的话，谁没有当过阿修罗呢？谁没有过呢？都有。我想我们每一届的众生都当过，就是在人里面呢，还具足了九法界。有时候哇，精神很愉快啊，就是像天。那有时候呢，哦，这好像有些能力呀、啊，不错能力，就好像龙。有时候像夜叉，有时候像阿修罗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那迦楼罗，迦楼罗是金翅鸟，金翅鸟它专门吃龙的。所以前面不是有个龙吗？然后这个金翅鸟专门吃龙，可是它一天哦要吃龙哦，一条大的龙，还有要吃好像是500只毒蛇，所以这个迦楼罗啊，它一天要吞一条比较大的龙，然后再吃500条毒蛇小龙，然后呢，它吃吃就毒性在身体里面了，啊，直到有一天呢。他这个毒发作，他活不下去了，活不下去，于是在有一个山里面就七次翻滚，然后死了，这样子。我这个迦楼罗金翅鸟，跟龙两个敌对，他是他的食物，所以这个是禽兽嘛，对不对？好。来乾闼婆是不食酒肉的，他是食香的月神，他专门闻这个香味。那这是在四体环音身边，在提供贝尔宾呀，啊，在第四天旁边，这样第四天点了一个香，那他这个心念就感应到了，他就知道，哎，现在应该演奏的音乐来取悦于天人，啊，所以啊，点了香。就哎，这个乾闼婆他就现形了。他现形的时候，这个香就是他的食物，然后他就开始在那演奏世俗的音乐，取悦于第四天跟天人。然后紧那罗呢？紧那罗他也是乐神，可是他专门演奏比较法乐，比较怎么讲？比较清净的。比较高档的，比较殊胜的音乐。摩猴罗伽是大蟒神，人头蛇身。在印度，古印度它有一些神话，那这个摩猴罗伽它就是人的头，可是蛇的身，这样子。那这些天龙八部有善根的，不管你是哪一界的众生哦，你都是有善根的，他就会来佛的跟前来听法。可是没善根的呢，你就在你那个你自己的世界，你自己的区域在那边受你自己的因缘果报。所以世尊在讲天龙八部都是在讲这些众生，有形的无形的，这些他们都会守护佛法，而有大力 有大的作用力的诸神。天龙八部里面以天跟龙两众为上首，所以都讲天龙八部。那非人呢，讲不是人类。非人很简单，不是人类，天龙八部也就是包括夜叉、恶鬼、修罗跟地狱众生，所以是鬼神类的范称。这非人呢，他不是人，是鬼神类的。那这里面的众生有多少呢？人非人等无量大众。哦，数量无办，没办法想，没办法算，都很恭敬的围绕而为说法。那世尊为他们说法，所以说他世尊来为这些大众说法。那什么叫说法？宣说佛法来教化利益众生，化导利益众生。那我们讲说世尊说法，他是怎么说法？它是相应众生的能力跟众生的根基，所说的法就是适当给他的教育，他不是只讲一种话而已，所以他达到完全的效果，就是相应着。那佛以一因演说啊，众生呢各依其根器理解的深浅，
是互异的，不同的。那佛呢，是以五力在说法，所以它有五种说法的情况。佛说法的时候，第一种用言说，就是用话说出来。那这个话的表达契合真理，它会告诉你三世，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还有世间呢有什么样的现象，出世间你应该如何去放轻松，无为法，有怎么修。那什么叫有罪，什么叫无罪，因为世间人总是要了解对错之间，要懂得分辨。所以呢，这些有漏功德无漏功德，就是用言辞说出来世尊的说法。那当时世尊说法的时候，阿难就是听这个言辞都把它记起来了，之后呢跟世尊入灭之后，跟五百位大弟子一起结集经典，所以我们现在有经典，就这样来，就是言说。然后呢，随仪是说世尊会根据众生的根器、众生的能力性质而说偏圆渐顿的教法，就有的直接就切进去，黑龙明讲啊，你执着一句，可能文殊师利菩萨的根器当下就知道回光返照啊，我错了。那有的可能就是要告诉你，你慢慢来，不要紧张，慢慢来，渐修顿教差异。那有的是讲你应该先发菩提心，有的跟你讲你如何在这里面如何圆满，相应众生根基。那我们听哪一部经，听一条，听一句，这个都是过程，我们一定会有这种基础面的东西融会贯通，知见建立，然后再慢慢去行，然后慢慢去体会。那随仪说法之后，世尊还有方便，就是善巧方便，那让众生能够修，真的你有办法去修，而不是说一说理论立别叮当。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用什么角度来读佛法，来读佛所说的东西，如果今天佛法听一听它完全用不上，那跟你看言情小说是一样的，它没有意义啊，它不过是一个故事，过去了就算了。今天他说法就是他有方便善巧，他告诉你布施他的果报是什么，你真的去做，你真的有果报，所以他是行得通的，他不是引发你一个情感上的假想，哎呀，那个爱情故事或那个好可怜哦，行不通。因为那爱情故事主角那30岁，你已经60岁，你别够爱啦，那个故事也不属于你。或是哦，有个豪门的故事，然后里面赚多少钱，然后亿万富翁，看了哦，好气派，那气派不是你家，那个是行不通的东西。可是世尊所说的法方便善巧，是你照着做，他有答案的，他有答案，你照着他说的因果论，你就这样做，他的答案就是这样。你照着他说的善恶，他的答案，你的心，你本人就是愉悦的，升天呢，如在天人一样。或是你造恶的时候，你的心态，你整个人是下坠的，就如地狱一样。你照着做，他有答案。那如果你要是修解脱呢，修得证菩提呢，你照着做啊，行菩萨道啊，照着做啊，去抓那个中心啊，起心动念之间呢，现前一念里面呢，你照着做，这叫方便。如果佛法所说的都是故事篇，那没意思，那没意思，不会有这么多大德感激涕零，或是如何愿意舍弃所有一切来学佛。所以他五种说法里面就是具足的这个方便。第四个叫法门，宣说殊胜法，显示菩提之道，他告诉你方便，你照着做一定有，然后法门，你用什么样的办法进入到这样的内涵中，这条路怎么走，你要往生，然后告诉你怎么样，你现在要禅修告诉你怎么样，其实都是不冲突的，每个人需求不同啊。你总不会你出世三五岁就跟你说你要念佛要往生净土，太早了，知道意思？
你可能说啊，你念念念，你心会得清净，你所有事情现前的时候，你不用烦恼，这个 OK。那如果说你已经七八十岁，你已经临命终时，跟你讲，哦，这句，咱家己人去布施，你后摆你会更加好呀，哦，咱安怎安怎，这个用不着。他想要的是，他即刻要相应的东西。我是举例啦，举例说，他法门会根据众生不同的因缘跟不同的身份去调整去相应。那你说菩萨道，慢慢你修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内心的净土现前？会啊，内心的净土现前，到你真的这个断生要结束的时候，当然自然你也是往生净土的，那是一个愿力趋向，所以在里面有法门。那说法的五种情况里面，最后一种叫大悲。如果没有这个大悲心，你会说吗？为了救度众生，以大悲心为前导，那说的法不执着空，不执着有，也不会有嗔恚，而是真实的大悲。所以世尊为众生说法，比如嗔恚的人，他会跟你讲慈悲；心胸狭窄的，他跟你讲要放大，对不对？散漫的跟你讲要如何精进，是不是？世尊在说法的时候，这叫说法。佛法之所以不可思议，是因为你用了，你就知道不可思议。那如果说说法的众生来讲，世尊当时有说法嘛，但是说法不是只有世尊说呢，他里面他说法第一佛说，第二佛弟子说，因为他会叫戒学的话，戒律的话，他就会叫优婆离他们摆不平的纷争，来你去摆平，这样子。那如果要再讲空的智慧的时候，他就会跟须菩提讲，来来来，你来代替我来说这个空的智慧给大家听。所以当时佛自己说，还有佛弟子说，还有仙人说，跟诸天人也会下来问话，还有化人，世尊的化身所说。那这个是我们对于这段经文，听众就是法会里面的听众，他有多少人呢？都在做些什么事？那这样就了解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翻到课本的第七页。那第七页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讲礼请许乐，就是说敬礼。这个谁起来提问这个问题呢？丙一敬礼的地方，尔时曼殊师利法王子成佛威神，从坐而起，偏袒一肩，右膝着地，向薄伽梵屈躬合掌。这个是一个敬礼的仪式。那话说到这个时候，这么多人都汇集在这里要听佛法了。曼殊师利法王子就是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呢，成佛的威严神圣的这种威神力，然后他看到众生都汇集了，佛在上面，那恭敬之心啊，相应看到的时候，就是想要来了解怎么样来利益大众，自己也要得到这样的讯息，所以从座位站起来，偏袒一肩，就是恭敬这个扶劳役，所以这个衣有这个右肩现出来，右膝着地，就是跪下去，薄伽梵就指佛啦，然后恭敬的俯身合掌，合掌要礼请世尊来为他说什么法。那我们就先了解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叫翻译叫文殊师利，他的意思是妙德、妙吉祥、妙乐跟法王子。那我们一般来称呼文殊师利童真跟如同文殊师利，因为他是修行啊，没有染污，恢复了，这是最天真的自然的，所以我们叫童真，不是说他是一个小孩啦。
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们我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。那有的经典讲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已经成佛，在《首楞严三昧经》里面有讲到，他过去久远劫有龙种上如来，他在南方的平等世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佛寿440万岁啊，入涅槃。那他那尊佛，也就是现在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的文殊师利法王子，就是文殊菩萨。那另外有的经典又讲说，他是真实的人物，如文殊师利波涅盘经里面讲，这个菩萨呢，就是文殊菩萨，出生在舍卫国多罗聚落梵德婆罗门家。他出生的时候，哦，这个屋宅啊，他的家就变成一朵莲花，那当然就出生了。后来呢，他就跟随释迦牟尼佛去学道。那也有说文殊师利菩萨是诸佛菩萨之父母，一般称为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同为释迦佛的胁侍，也就是世尊旁边有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。那文殊呢是骑狮子，普贤是坐他的坐是大象，他的坐骑是大象，分别表示佛智跟佛慧。文殊讲的是佛的智，普贤讲的是佛的慧。这个地方所乘的狮子象征他的威猛。这个是简单介绍文殊菩萨。那为什么又叫法王子呢？因为菩萨他将来就是要成就成佛的。所以佛位之继承者，佛是法王，所以菩萨叫法王子。就是这样的称呼。那这个地方有讲哦，文殊菩萨成佛威神啊，这个佛当然就讲释迦牟尼佛啦。佛就是觉悟嘛，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如实知一切法，成就正等正觉的大圣者，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，这是佛。那大乘佛教最讲要终极的目标，就是我们要至佛果，就是要成佛。那佛呢所特有的殊胜德性具足在身上，看得到的有32相，看不到的细好相好有80种，而且佛的能力呢具足10力，4无所畏跟18不共等殊胜的能力。那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大家应该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哦，有个文殊师利菩萨走到佛的面前礼拜然后向世尊请法，这是一个请法的仪轨。那为什么偏袒右肩呢？这是印度当时他们表示尊敬的一种规则，一种礼法，就是穿着袈裟的时候把右肩放出来，覆盖在左肩而已。那比丘拜见佛陀或是问讯你的师长或是僧众的时候，偏袒右肩可以做一些劳务的动作，所以偏袒右肩即意味着便于服劳听令使意，就是偏袒为敬礼的标志。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合掌，我们一般来合掌这样知道，合掌也具足了很深远的意义。这个合掌啊，是合并两掌，集中心思而恭敬礼拜。那我们一般来看呢，中国人在过去我们中国人要什么问好都是这样子啊，你好你好你好。以前呢，以前是不是这样？后来改成这样，你的手跟我的手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叫握手。西方人呢？西方人他是有的是这样拥抱。然后左边亲一下，右边亲一下，不是真的对嘴亲，这也是一种方式。那有的是拥抱，这样轻轻的点一下。那这种都是一种跨越，就是一种表达，跨越于形式。那中国人比较严谨，
中国人比较严谨，他的身体法夫不直接接触。过去啊，他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那以学佛的人来讲，他比较不强调于我们身体上的接触点，所以在印度里面，他是合掌，是两只手这样。那有的是讲说，他这个掌还是这样有弯下来的，跟中国人是相似的。那这个意义上的解释是说，合掌，因为印度他左手是在做一些不净的扫除的动作，比如去污垢，我们身体的污垢要洗涤都是用左手，吃东西的时候它是用右手，所以你盘子啊所有东西，你要去到印度的时候，你左撇子你很麻烦啊，大家会觉得你不够干净啊，你怎么用左手在吃东西呢？因为这是洗涤啊，不会啊，大小便利都用这个去用水去洗的，所以左手表不净的东西，那右手是清净的东西。那合掌两手合而为一，是不净神圣面跟不净面合而为一，来表现人类最真实的面目。其实不增不减啊，不垢不净啊。那你要是说有个东西要掉下来，比如今天佛像要掉下来，你会怎么样？哎呀，用右手去顶，不是放在旁边，会这样吗？会这样吗？然后有一件很漂亮的物品要掉下来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你是不是两手都去？那是人类最真实的一种自然表态，他根本不会去分干净不干净的啦，不会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慢慢来讲，这是一个很自由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，你很赤诚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他不会这样赶快，这是脏的我不可以去摸到，这是脏的手，然后我不可以去摸到干净的东西，不会。所以在佛教里面，当然这是一个地域性的一个运作习惯，并不表达我们真实体性上面它有分善恶跟是非，是没有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经文丙二的地方，开始祈请了。那这个祈请是谁？当然是文殊师利菩萨。白言：世尊，唯愿演说如是相类诸佛名号，及本大愿殊胜功德，令诸闻者业障消除，未遇利乐向法转时，诸有情故。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就说，世尊啊，我在此代表所有的大众礼请你，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开眼，来说明白相类诸佛名号跟那些诸佛有关联的这些诸佛他的名号，就是已成就的诸佛他们的名号。那他们这个名号是怎么成就的呢？他过程他发了什么样的大愿？而这个大愿成就的时候完成了什么样的殊胜功德，让我们听的人可以来学习，让我们听的时候内心产生了一种敬仰之心，让我们才知道我们来修行，所以业障能够消除。也为了，因为那时候是正法世尊在，也为了能够帮助以后世尊您不在了向法时候所有的众生，就是你讲过去成就的佛给我们听哦，然后我们那个修行的办法以后延续到世尊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继续修也能成佛。所以他这个讲的是有连贯性的。那他说唯愿演说如是相类诸佛名号，表达世尊在前面也讲过很多诸佛的名号，也讲过很多佛的本愿，他修行的过程，所以他会讲如是嘛，如是应该讲还有一些一些一些的。那当然药师经哦，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是把佛所说药师如来这一段截录，这样叫一部嘛。那一定每一场每一场的法会的时候，世尊还有说别的法，
那这个地方我们讲诸佛的名号，什么叫名号？这个名号是表显诸佛菩萨真如的体性，跟他广大圆满的功德。那这个名号主要指佛菩萨的称号而言。那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哦，比如说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他就有讲哦，哪尊菩萨他在初初发心的时候叫什么名字？后来他修行的时候呢，他又因为福报因缘，他又投身到哪个国王的家，叫什么什么王子，叫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度了这个国王之后，就是父亲母亲之后，诶，他后来又成为什么什么的菩萨，那接下来又成为什么的菩萨，后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药王菩萨。但是药王菩萨还不是药师佛啊，意思是说这个每个人这样修啊，从你出发心的时候，然后你慢慢走慢慢走，你是不是会随着你的修行，然后有你的这个修行的法号，然后一直到你修行这个名号已经是你的功德力，已经就是你的代号。那你的代号你再继续修继续修，其实过去所有的种种连结到最后你成佛，过去所有那些都是过程。所以药师佛他开始在发愿要修行的时候，名字是不是叫药师佛？不是，是不是的。释迦如来他在最早最早发菩提心，然后开始修，修到最后叫释迦如来，中间还经过很多很多身份，有鹿啊、鸟啊、鸟兽啊、大象啊，甚至于他到这个善慧菩萨，他也好多好多的名号，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叫什么？释迦如来。那这个菩萨呢，在成就到某个菩萨的正量的时候，他有他的名号，也就是他所有过去修行积功累德，他所有圆满的功德的代号。这个名号我们把这个名相看一下，诸佛又以其为诸佛之菩提之名，所以又称为果名果号，果上的名号。所以这个诸佛的名号它已经是果了，它不是还在因地。所以里面呢，翻过来第十页，名号可表显诸佛菩萨是真如体性，刚刚有讲啊，那其广大圆满的功德，名号系从诸佛菩萨而来，以名体不离故，所以诸佛之名号即等同诸佛之法体。所以诸经论中多载有诚心称念诸佛之名号，即思维意念诸佛者，可消除罪障灾难，或可往生净土等之说。